啲全家朋啊，全家朋友不啦，啲姊妹都能大家好，啲主里边能是全家朋友啦，谢主，主祝福大家，能平平平站起来来敬拜主，感谢，看条路，隔篱边人讲看条路都好啦，路都好，感谢主，主耶稣将这个聚会交在你手，主你名得着荣耀，我能别。仰望你，我能要唱我能的诗歌来赞美敬拜耶稣是主。主耶稣，我能将啊，我是必须你要传的道理，主如来温哥的姐姐，主啊，伊将你话语来温哥的话语来感动我人的心，感谢俄罗赞美，奉耶稣的名我祈祷 ，Amen， Amen， 大家好，主。耶稣是你的宝贝，来赦免我的罪，行出黑暗的路，是你来拯救我。主的我是面前的光，是面前的脚步，我要永远永远记在心内。有主爱祝福喜乐。我要全心全意，要来跟随你。哈利路亚，无论遇什么大事，耶稣甲我同在，伊是道路真理，活命的救主。耶稣，耶稣是你的宝血，来赦免我的罪。行出黑暗的路是你来拯救我，主的我是面前的光，是面前的脚步，我要永远永远记在心内。有主爱祝福喜乐，有怜悯的主耶稣，我要全心全意。伊是道路真理，我命的救主，我知道耶稣是你的宝血，耶稣是你的宝血，来赦免我的罪，行出黑暗的路是你来拯救我。主的我是面前的光，是面前的脚步，我要永远永远。心内，有主爱祝福喜乐，有怜悯的主耶稣，我要全心全意，要来跟随你。哈利路亚，无论遇到什么大事，耶稣甲我同在，伊是道路真理，活命的救主。有主爱。有主爱祝福喜乐，有怜悯的主耶稣，我要全心全意，要来跟随你。哈利路亚，遇到什么大事，耶稣甲我同在，伊是道路真理，活命的救主。有主爱，有主爱祝福喜乐。主耶稣，我要全心全意，要来跟随你。无论遇到什么大事，耶稣甲我同在，伊是道路真理，活命的救主。耶稣的十字架有得胜，耶稣的十字架有力量。耶稣的十字架有祝福，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洗我的罪，荣耀主的名。耶稣的爱心安慰我，
耶稣的爱心感动我，耶稣的爱心同在我，荣耀主的名，荣耀主，举起了手，哈利路亚，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洗我罪，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医治我，耶稣的宝血头帮我，耶稣的宝血照光我，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洗我罪，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十字架有得胜，耶稣的十字架有力量，耶稣的十字架有骄傲，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洗我的罪，荣耀主的名，耶稣的爱心安慰我，耶稣的爱心感动我，耶稣的爱心同在我，荣耀主的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医治我，耶稣的宝血头帮我，耶稣的宝血照光我，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耶稣的宝血洗我的罪，荣耀主的名，荣耀主的名，无邪人的代替你的位，你是阿爸天父上帝，你所做的一切是完全为着爱，主你爱我，爱我不改变，一头出来一头落山，主的生命我要赢，伊是我的牧者，伊看顾我生命，我的心思主要来担，救我的灵魂，你予我新的心，无尽捌你的时阵，你确实会爱我，来亲近来敬拜，也予我是我的根，我要将一个好的信心，要唱歌，要予人知。无啥人会代替你的位，你是阿爸天父上帝，你所做的一切是完全为着爱，主你爱我，爱我无改变，头出来一头落山，主的生命我要赢，伊是我的牧者，
遮，伊看顾我生命，主人事主要来担。你拯救我的灵魂，你予我新的心，我仰望你的时阵，你确实会爱我，来亲近来敬拜，也予我是我的歌。我要将这好的心事，要唱歌，要予人知。你拯救我的灵魂，你予我新的心。无人捌你的时阵，你确实会爱我，来亲近，来敬拜，也予我是我的光。我要将这个好的心事，要唱歌，要予人知。我的心要仰望主，我的心要仰望主，我的心要仰望主耶稣。新的心，无尽万里的时阵，你确实会爱我，来亲近，来敬拜，也予我是我的根。我要将这好的心事，要唱歌，要予人知。你拯救我，你拯救我。你予我新的心，无尽万里的时阵，你确实会爱我，来亲近来敬拜，也予我是我的光。我要将这个好的心事，要唱歌，要予人知，要唱歌。心来敬拜主，主耶稣，我要敬拜，我的心深深的爱你，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恩典。我一生要来敬拜你，主耶稣，主耶稣，我要敬拜。举起的手，哈利路亚！我的心深深的爱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恩典，我一生要来敬拜你。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的爱你，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恩典，我的生要来敬拜你。主是我心灵，主是我心灵的
满足。哦，主是我唯一的喜乐，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恩典，我一生未来敬拜你，主是我心内，主是我心内的满足。是我唯一的希望，来到你面前，我感谢你恩典，我的心奋力敬拜你，主是我心内，主是我心内的满足，主是我。到你面前，我感谢你恩典，我一生未来明白你。我主是我心内，主是我心内敬拜你，主是我唯一的依赖。来到你。感谢你恩典，我一生未来敬拜你。主，哈利路亚，为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库拉玛沙那拉拉巴塞里里亚那，库拉玛西里里亚那，哦，拉巴沙那拉拉巴塞里里亚那，库拉玛西里里亚那，库拉玛拉玛拉巴塞里里亚那。鼓励主耶来，哦喽赞美，哦喽哈拉玛沙那，用红耶来赞美主，鼓拉玛西里里亚那，鼓拉玛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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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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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拉玛沙那拉玛沙那，哦圣灵圣灵圣灵的充满，鼓拉玛沙那，哦拉玛沙那，伊卡拉玛西里里里亚那，鼓拉玛沙那。Kurama kala masana, ean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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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ana. Kurama shana, kurama la ma la ma la masane. Oh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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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Kurama sheni yana, kuletsu kuletsu,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Kuram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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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ana, yan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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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Kurama sheni yana.别兄弟请你来听我要今世来呼罗你的名你的家世我要行你的话我要听你的疼痛我也知影，我的脚步求主啊来带领，一条道路虽然歹行，但有主同在我也不惊。主啊主啊我爱你，愿我一生献乎你，用我的歌声称颂乎罗你。主啊主啊我爱你，愿我一生见证你，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你。祈拜上帝，祈拜上帝，请你来听，阮要今世来呼罗你的名。
命，你的脚是阮要行，你的话阮要听，主啊，你的疼痛阮嘛知影，阮的脚步求主啊来带领，一条道路虽然歹行，但有主同在，阮嘛不惊。主啊主啊，我爱你，举起咱手来敬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歌声轻响落落地，主啊主啊，我爱你，愿阮一生见证你，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你。主啊主啊，我爱你，荣耀落来，我人的生命落来，我人的家庭充满大大细细。荣耀怜悯恩典主爱平安一地逃亡，哈利路亚改变，哈利路亚突破，哈利路亚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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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愿阮一生荣耀你，愿阮的歌声轻响落落地。主啊，我爱你，愿阮一生见证你，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你。主啊，主啊，主啊，我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阮的歌声。打手做哈利路亚，也免得荣耀。阿大声阿婆，打手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知道哈利路亚。主耶和华，满有怜悯甲恩典，我的灵，那日来亲近你。当我悔改，你欲擦去我目屎，我的泪
就欢喜快乐。主耶稣，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加恩典，我的灵达日来亲近你，等我悔改，你别拭去我目屎，我的灵就欢喜快乐。耶和华做到永远，永远虽拄着风雨，我也要仰望你。耶和华做吹听我呼求，让我灵更坚，要常常仰望你。哈利路亚，主耶和华，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加恩典，我的灵达日来亲近你，当我悔改，你别拭去我目屎，我的灵就欢喜快乐。想想仰望你，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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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我能上帝天父，我能感谢路，哈利路亚，哦，今日我能来到上帝你殿中，搁一卖，哦，大的你殿中位。来献上我人的敬拜，我人的懊恼，哈利路亚！我举起你名冠冠，哈利路亚！我以我人的心灵个诚实来敬拜你。我人怎样讲？主啊，哦，你接纳你今日一人的敬拜，一人的祈祷，所以今日暗
我求你圣灵，哦，带这边来运行，大大的同在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来到主你同在里面。今天的我求你头棒你顶头来的灵力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怎样讲，我们人有我们人的软弱，我们有我们的病痛，哦，我们有所经过的问题，哦，主啊，我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会走在主的关里面，让我们会晓来安怎会来仰望你啊，求主啊，借着祈祷，求主你透棒透棒你医治灵力，哦，透棒哦，你平安在滴我人的心里面，哦，你是配得我人敬拜，配得我人俄罗的上帝。所以无论我拄着虾米的代志，我人的目睭就是要看你，我就是要仰望你，我就是要挖苦你。因为你是我人的避难所，你是我人的盾牌，你是保护我人的，哦，你保守着，哦，我人啊，每一个人，我奉耶稣的大圣名，我感谢主，今日暗求你圣灵大圣来掌管，啊，来啊做主，啊，来引导，来对我人的心讲话，我来祈祷是奉耶稣的名祈祷。Amen。Hallelujah。Shuduriya da da diuduriya da da ba da shuduriya da da ba。Hallelujah。我主啊，今日暗我谂我先俾嚟感谢主你圣名，我谂继续荣耀你名，我谂继续赞美你名。我主啊，当我谂来到个主你处，来到个主你殿中一点声，主啊，我谂靠着信心来挖苦路，靠着信心来辛苦路。今日暗我谂将我谂诶奉献，我谂诶十分之一，佮了俾献上好路。就系讲主啊，哈利路亚，你是配得一切。敬拜的主，我主啊，我能是用欢欢喜喜的心，我能用感恩的心，一个喜乐的心，继续俾来奉献给你。求主，你祝福今日阿们奉献，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个了。感谢耶稣，奉主耶稣的大圣名，我祈祷。Amen。昨天点声，咱有影真是爱祈祷姐姐啦哈。所以他那咧啊，咱人要来祈祷啊，祈祷了以后咧，咱要读这个主导文哈啊，祈祷文哈 ，Heavenly Father 的祈祷文哈。所以咱白白来站起来，咱要来为咱人诶啊国家，咱人为咱人诶家庭，咱为咱家己来祈祷。哈利路亚，感谢主，俄罗主，哈利路亚。哦，上帝天父，我能感谢你，我能感谢你赐予我耶稣的名，耶稣的名是有权柄，耶稣的名是有能力。我能感谢耶稣，你保护在十字架顶流落来，赦免了我人的罪，你要来医我人的病，你要来挂断一切的咒诅。所以主啊，大地安尼款的点声，主啊，要教我人国家给你，我求你保护，来洁净我人这个国家。求主耶稣，哦，你伸出你大能的手，哦，特别主耶稣，你同在个。这马来西亚所有的教会，拢会通大点的点声来做耶稣的官，来做耶稣的盐。我奉耶稣的点，奉耶稣的名来祈祷安尼点声，来保护，来洁净，洁净我人徛的所在。耶稣要教我人家己，我要教我人家庭，我要教我人教会，我要教。哦，我身边的人，我厝内人，佮了好路做耶稣。哦，哈利路亚，我求你保护来加强我人，奉耶稣的大圣名。哦，你来帮助我人，来保护我人，卖好大点的点声，卖好这新冠肺炎啊，来安尼款的来压制我人，让我人啊感觉了真正惊吓，我人惊讲我人会得这个病。主啊，我人知影讲，你保护着我人，你安稳我人，大地我人大地你内面啊，主如讲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就是大地主你
家坎的里面，我就是在你主的同在里面。主主啊，你应允我人，你是我人的避难所啊，你是我人的盾牌啊，你会保护我人。哦，我求主，你来保守我人入出去路，有主你的平安。哦，奉耶稣的大圣名，我本为着我啊，到底我人的中间有年纪啊，有血性的哦，或者也是有病痛的哦，或者身体有病痛的。主啊，我人本教一人到底主你手中，还是到底往中间往自己有病痛有无好事的，你起来拿起你手来。哦，哈利路亚！我们祈祷，祈祷到我人这，我人的耶稣，我人的大牧者，我人的大老君，一来做我人灵力，一派伊话来医我人的病。哦，因为主，你讲你的属魂是要让我们看到医治。哦，主啊，你要医我人的心灵体。哦，让我们有主的平安，点到底往里面，往靠着主，往得到有得胜。所以主耶稣，我们教。哦，我人平安书给你，哦，求主耶稣，哈利路亚，哦，你书给我平安书，只有这个首席部长，哦，你给伊有主你的权柄，有主你的能力，有主的智慧，哦，来安怎来引导我平安书，安怎来引导我平安，哦，让平安会做头无做尾，因为我人要敬畏你，因为我人要拿起耶稣的名掌管，我求主的公义来掌管在我的国家，在我的平安书，主耶稣。哦，我人感谢你。哦，虽然啊，他那的点声，哦，我人有拄到安尼黑暗的物件，就是新冠肺炎啊，安尼款黑暗的点声。但是主耶稣，你要好来教会，到底第黑暗的点声，我本来发出第强的光来。所以主啊，哦，我求你来啊，保守着我每一个人啊，我中间迄个老人家有病痛的主啊，哦，我求你赐福人灵力。我人感谢你，我人信心挖苦你，哦，认了主啊，你的真理啊，求主耶稣，你来偷棒一人，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哦，我人求你平安来掌管，到底我人的生命，到底我人的家庭，我求你祝福我手所做的每一项物件，好我有修行，哦，哈利路亚，哦，主啊，你看到到底我中间啊有欠用有需要的，主耶稣，无论是到底一人的生理，到底一人的工作啊有拄到啊来坎坷的，哦，我本来仰望你，我人知影。讲你是我人的供应者，你是我人的阿爸爸，你看顾着，你子儿，哦，奉耶稣的大圣名，你供应给人一切需要，让人无减在你耶稣里面。我们求主，你来看顾着，哦，我们家中大大小小，哦，尤其那个囡仔，哦，一人无通来教堂的，哦，主啊，哦，求你赐予人父母这个能力，啊，求主耶稣帮帮助一人，到底安尼点声，哦，看顾着在囡仔，给人的身体养养，奉耶稣的大圣名，啊，你来同在一人，我们感谢。主，我来祈祷是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感谢主，请坐。所以，咱要看这个祈祷文哈。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满心感谢你的圣名。咱白白读啊，上帝的天国来，上帝的旨意行到，在天堂，在世界，感谢上帝，给我吃米。原谅我的罪恶，我本原谅我的敌人，和我的胜赢过魔鬼的试探，和我的胜赢过魔鬼所害的灭。因为我求到我承认上帝的天国，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再一次，亲爱的天父，我满心感谢你的圣名，上帝的天国来，上帝的旨意行到，在天堂，在世界，感谢上帝给我吃米，原谅我的罪恶，我本原谅我的敌人，和我的胜赢过魔鬼的试探，和我的胜赢过魔鬼所害的灭。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俄罗斯，哈利路亚。感谢主，搁一摆咱来祈祷哈，哈利路亚！哦，感谢主，俄罗斯，哈利路亚！上帝天父，我能感谢你，今日暗我要教主你话语，求你圣灵的恩膏，求你圣灵的带领，求你圣灵来拍开我人的心，和我人的心会收藏主你话语，因为主你话会带给我人灵力，主你话会带领我人，主你话会偷棒我人。主耶稣，我知影讲，主你话会改变我的生命，会改变我人所想所做无对的。主啊，你话就是我脚前一灯，路上一光。哈利路亚！
路上的光、卡前的灯，主要说我需要啊，你光来照我人的卡前的路。所以奉耶稣的大圣名，感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我人祈祷，阿门。感谢主，哈利路亚。主耶稣的平安同在，让每一个人，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呢，咱人若是讲有圣经，咱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这边讲到耶稣跟我们说，他说你人会知道真理，真理就会叫你人谈到自由。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自由。1957年8月31号时，马来亚独立就是什么呢？马德加什么？那人自由了。63年前啊，东姑，那个东姑阿杜拉曼啊，带了马来亚，迄阵是叫马来亚，来争取这个独立，争取这马德加。因为当时那人是受着英国啊，那是啊英国的殖民地，那个英国来管那人，哈。所以等那人独立了以后时咧，咱谈到了咧自由，所以咱了解虾米是自由咧？自由就是讲，咱免互人管咱人了，哈，咱人家己有这自主权啊，了，咱人家己会有咱家己的政府，咱免受人来支配了，然后人夹来夹去安尼款。因为那是讲一个无自由的国，啊是无自由的人啦，咱人就是点点会互人约束啊，你知哦？白卡白手了，所以咱人无自由的人啊，伊无力力通反抗，伊真正可怜呢。所以无自由咧，咱人等咱人独立了以后时咧，哇，咱人真正欢喜，咱人要珍惜这个自由，对不？所以到底美国的纽约市啊，纽约的。一般有一座的这个纪念碑是这个自由女神呐、这个 Statue of Liberty 啊，到底美国的纽约位，这到底美国纽约是被纪念什么咧？本是纪念美国独立，哈、美国的 Independent。所以这个像啊，咱唔知讲啊，是不是这个啊希腊的女神的像，咱唔知。但是咧，意思咧，意义咧，就是。美国人纪念讲，伊人个国家自由了，所以美国是真正爱自由的国家，伊人是真正民主、高喊民主的国家啊！伊人爱虾米？伊人爱自由，虾米自由？讲话、言论爱自由，行动爱自由啊！伊人不爱有反对的自由，所以伊人个自由甲上班呀，伊人个到底网上啊，还是 YouTube 位啊？伊骂伊个骂伊个总统，你知道？伊按骂伊个总统啊，无问题的。啊，无啥为别个国家哈、啊，哦，你加咩咧王啊？你啊，你坐下久了吼，哈、啊，所以美国人啊，伊人是真正爱自由的人。当这新冠肺炎，这 COVID-19 在全世界啊蔓延啊，传到那些国家了，所以到底美国，当美国有600,000的点声啊，600,000得着这病例点声啦，啊，有70,000啊，60,000啊，唔知几十千人死咯，就，安尼济人啊，得着这个新冠肺炎啊，但是美国人啊，伊人买穿口罩，哈，伊人买穿口罩，伊人讲阿咩啊，我人爱自由，人死安尼济了，得安尼济了，我人不买穿。如果买人买穿口罩，我人爱自由，所以美国人啊，真正兴着啥物啦？哦，牙白咯，哈、啊、哦，去街路位啊，去发啦，去涨啦，哈、啊！我人爱自由，我人买穿口罩，我人买穿这个 face mask， 哈、啊！人个牙，上帝出来讲，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啊，上帝创造这个空气啊，我人要呼吸啊，我人要啊呼吸啊，啊，这个、新鲜的空气。我有自由，唔爱穿口罩，啊，所以用很自由的口罩。所以搞个，他那这疫情啊，咱不知，咱不看到，
全世界第一多人死的，第一多人得的呢，就是到底美国，美国排名第一。那到底安尼情形呢？就会使讲失控啦，哈，因未无在条控制了，所以因将要媒体哈，哦，杀个别人去了，啊，落后别人去了，啊，杀个啊，这世界卫生组织了。所以美国人所讲的自由啦，就是亲像咱真济的人，咱无明白虾米是自由。咱人以为自由是虾米呢？自由就是我爱做我自家做的物件，我爱讲我自家讲的物件。一样的自由呢？是我无爱做，我只要我家己的事干，我来做。所以当时滥用自由，就是讲过头的自由了。用过头的自由，迄个无穿口罩的人啊，三拜过去骂迄个穿口罩的人，讲样是毋是真够力？有诶三拜有诶所在啊，搁发生个咩啊？也穿死死人，因为口罩的事。所以对应来讲，自由是甚物？对遮侪人来讲，自由是甚物？自由我爱做甚物就做甚物咯，我爱讲甚物就讲甚物咯。有甚物袂，有甚物袂使诶，有甚物袂，欢喜就好啦。哈、啊，这是啊，唔知是新加坡他怎讲啦？欢喜就好咯，哈、啊，欢喜就好。那当咱人滥用自由，点啥事咧？咱人会自招啦，咱人会做遮侪啊，咱会。啊，徛的所在，咱个社会啊，一团糟，不是啊？会做个乱七八糟的。所以，咱人爱知，咱人爱晓用咱人的自由来做对的物件。所以，今日拢达到咱有穿口罩哦，哈、啊，哈、啊，拢爱注意哈、啊，哈、啊。我大声讲话，我无穿哈，啊，因为他那政府要尽量严了哈、啊。所以，咱人大点的点声，咱人爱配合啦，哈、啊。所以，那是讲你别喘气，你都可以。哈哈，来你口罩啦哈，特别别使无穿，因为他那已经用答应了，你去个公众场所了，你去个外口，你都爱穿口罩啊口罩。所以讲个自由，自由咧，唔是咱人自家做虾米就做虾米，讲虾米就讲虾米。自由啊，是真正的自由啦，是有轨道啊，轨道轨道，你知哈？有什么火车哈？火车又有火车路，你知道？啊，火车特别行到底一轨道里面呢，行到底啊，那个路，那个火车路里面呢。那是讲这个火车哈，那是讲出轨啦哈，一出了，那个轨呢，伊就成怎？危险咯，都有麻烦了，有问题了。所以火车那是讲伊会晓行哈。哦，伊要对条哈，这轨道来行咧，伊是自由的，伊自由的行。那是讲伊离开这个轨道咧，伊就是危险了。所以首先，咱人的生命，咱人那是躲在真理的里面呐，真理中来行哈，咱是自由的哈。那是讲咱卖对真理来行咧，咱人就会失败。咱人会拄到灭亡，虾米是真理呢？真理是上帝的话，真理是耶稣，真理是耶稣。所以，约翰第八章三十二节跟咱讲，你人爱晓得真理，你人爱知影真理。伊这真知影真理是虾米呢？你特别知影耶稣，你特别甲耶稣建立关系。这知影真理，就是你爱跟耶稣有关系，你爱对着耶稣的真理来行。从古早以来，这神圣开始这个世间，当上帝用一话来创造这个世界点啥时，上帝用一话了，话是一，话是真理来。上帝用一话创造了这个完美、真正水的世界。但是呢，这个水的伊甸园啊，和魔鬼转啊，啊，变多少变上帝的话。本来上帝用伊话创造了伊甸园，伊和人到伊甸园跟上帝的关系是好好的来，人听上帝的话，人对着上帝的话来行，到个。撒旦啊，
撒旦来转了上帝的话，那让人看创世纪 Genesis 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位，什么事发生？在伊甸园的位，在伊甸园，上帝所做的，但物件拢是真正好的，但是讲，蛇咧是第一高者啦，啊，这蛇咧就对阿花啊，这查某讲，伊讲上帝，上帝真是有讲咩？讲你未使食这个伊甸园所有树长的果子咩？上帝创造伊甸园时，又吩咐又交代阿东一头一人，伊讲这园中有生命树，一长是生命树，一长咧是分别善恶的树，就是会分别知识、知识的树长。伊讲这树长的果子你未使食，你若是食了哈，你会死。所以来到撒旦，撒旦就转上帝的话。伊就问阿花讲：“真实咩？上帝有讲咩？有无？上帝有讲无？有。特别伊讲，上帝有讲咩？所以何阿花怀疑上帝话。然后，这个阿花伊就对这撒旦讲，对主讲：，这伊甸园的树长的树咧，我人拢总会知啊，我人会使知啊。然后落来第三，但是咧。”其中一丛的果子咧，上帝有教人讲，咱也未使食，佮未使望啊！伊加即句话了啦，哈，就是人生啊，圣经话啊，人啊会加入去个来。伊讲，上帝讲未使食，伊讲啊，本未使望，那是我人食咧，我人望咧，我人会死。所以撒旦就对这阿华讲，讲个咪，你人无的确会死，你人未死，因为。上帝知影，你人食的日子，拢会目睭都关了，目睭都明亮了，都关了。你人会像个上帝安尼款咬啊！你人会知影，虾米是善恶？撒旦转上帝话，上帝讲你人会死，但是讲你人无得个死啊！所以撒旦呢转上帝话，好阿花。听了哈，伊就怀疑上帝咯，哈、啊，是咯，我能会死咩？啊，我能食日子啊，我目睭会开啊，会出光啊，啊，我能会看到啊，啊，我个目睭会明亮，我会分别啊，善恶，我会有怎样智慧？我能会像个上帝安尼哈，就是撒旦骗你讲，你能会像个上帝安尼款安尼搞？所以阿花，或者撒旦会话。伊无禁掉主的话，安然，伊和撒旦的话骗去了，接了迄个果子。当伊接了这个果子的时，圣经讲，伊目睭明亮起来，伊目睭关起来哦，所以看到虾米？伊目睭关起来，伊看到人赤身裸体，赤身裸体就是无穿衫。伊说感觉讲，感，伊说看到讲，家己是怎样见笑的，伊看到的带来了这惊吓，予伊失去到上帝。本来伊个上帝，养个上帝真好朋友同行，迄个自由啊，无去了。伊说惊上帝，人闪上帝，当上帝每样多多落，伊人闪，伊人个上帝。无迄个同行的自由了，伊人跌落去撒旦的圈套，圈套叫咩网啊？迄个网啊，啊，绑了样了。伊人安尼款就是好，即无顺服的罪，无听话的罪入来着，即个世间了。所以撒旦真正搞，真正搞者，以后转上帝话，好让人去怀疑上帝话。所以等。人吃了这不应该吃的果子，上帝说他人会死，他人有死无？上帝说，他人的，他人，上帝赶他人出伊甸园，他人的灵跟上帝隔开了，所以那个灵的命呢，人人就死了。
但是一把心思哦，一把心骨阿袂有，哈、啊。但是咱人呢，就是有一日就是会死，因为咱人将咱的主权呐、啊、交予了撒旦，所以咱人未经过这死亡的关系。说死亡到，大你点声，死亡到，啊，如果按照伊无人能死。啊！但是那，你去站一个大树桩啊，那个树桩站落来哈，你是不是死了？你讲无啊？那一休个听个哈，哦，个安尼桩伊机构滴个，但是咧死了，那个桩是死了，伊是咋个换？伊搞大去。所以阿花，上帝讲让食了，伊目睭明亮看到，伊人看到。是上帝卖给人看到物件，圣经讲了讲隐秘啊，迄个秘密的事啊，是属于上帝。那是上帝无启示给咱人，咱人唔免讲我直直爱，我直直爱知，啊，我爱知这灵界嘅物件，啊，我爱看咧，哈，唔是咱人目睭会看到嘅物件。撒旦是真要高者，伊会骗人，所以你看伪宗教，哈。一人修行，一聪明，啊！你看伟人啊，一人会这样啊，第一点的这样咩啊？有人讲叫德爱啦，第三眼，第三个目睭，第三个目睭咧，为宗教讲天眼，天眼就是讲咩？一人会看到，一人爱看，一人修行，一人爱研究，一人爱得到这个第三个目睭会看，一人爱看灵界物件，一人爱看，迄个人肉眼啊，咱个目睭看袂到。的物件，这罗军啊，这医学啊，咱医学一人有研究啦。讲到底，咱的脑啊、中耳啊，正深的位啦，有一粒会像个松果，像个果子的体啦，松果体。所以到底咱的脑的深的位啊，那这粒松果体啊，伊有伊的功能呢，就是讲啊。那是讲活化啦，那是讲好一个脑的一粒哈，可以啊挖起来哈，让人会知，还是会看到，让人肉眼看袂到物件。所以有人讲，这就是心灵的感应啊。有人讲这是心电啊，心电感应啊，心上个有人讲是第六感呐哈。所以这是到底让人脑这边，所以就是真侪人要追求的，就是讲爱会看到。爱这个第三眼，让爱经历这个真神秘的体验。所以第三眼，你会看到，你会看到的是唔是目睭会看到，你会感觉到。但是咧，那是讲你深入去了。所以兄弟姊妹，咱人唔爱去追求这个安尼神秘的感觉，这不是上帝要给咱人的，咱唔爱。上帝那是要给咱人看到，要给咱知，伊给咱人看到。咱唔爱去哈、啊、去修行啊，去对啦哈啊，啥物宗教啦，去念咒啦，啊是啥物啊，要来开这第三眼。因为一人做这个物件，开这第三眼，一人会有神秘的经历啦哈、啊，一人会看到，一人啊未看到的物件，一人会感觉到啊无受伤的物件。但是咧。你会看到伊哈，到尾来，你唔爱看伊哈，一本是躲喺边，啥个你爱开伊哦？你未看伊，就等于点声啊声啊，你真正痛苦的，一真正痛苦的，因为迄个你看到物件哈，是唔是好你有平安的物件？所以人爱知影，那人唔爱好撒旦魔鬼，啊是宗教来骗那人。当咱人爱安尼款物件时，咱人就会受到撒旦的辖制、的控制，所以咱人会失去自由。所以咱人卖好奇，啊咯，哎，好聊咯，哦，多一个就好聊，啊，师傅就好聊啊，哦，伊会知个哦，哦，里面是讲有心灵感应啦，你知哦，啊，伊会知个。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创造咱人，爱物件唔是单项物件，咱人就会知个。但是上帝是真奇妙个。有这个心灵感应，但是上帝啦，咱卖让人知，咱也卖去知啊。上帝创造啊，创造一面啊，到底啊，闽南东啊，一般有这心灵感应的啦。啊，上个一创造这天顶一鸟吼，哈、啊，你看这鸟啊，为鸟一飞的时啊，
哇，一样背个真白哈，会背那个 V 型的，你知道？哈，那个 V 型啊，一样背个真准的，你知道？哈，一样没换方向嘞，哇，一样不真正准的，真正水的。在教啊，一样目睭是看袂到，你知道？一样袂看到，讲一样是一样的方向，一样的距离，但是一样有一个。上帝本创造人，给人有一个感应，你知道？哈，这心灵感应就亲像海中的浮啦。上帝创造，但是我真熟个看嘞 ，geography 啊，嘞啊啊啊，动物的纪录片呐、啊，所以你看到的深海鱼啦，海洋鱼啊，哦，嘞浮啊，哦，真水哈、啊，嘞海洋的世界真水。然后到的海鱼啊，嘞浮啊，你知道？特别嘞浮鲸啊，细细只啊，你知道？会算清的啊，算清的附近，你看那小的点声的声音，哎呦，够壮观的了，就是用跟他白哦，啊，一人要去到咯，哇，一人规手个了的，啊，规算清算慢的嘞，那些在附近，因为安尼款想的都在哦，哈，无讲一个酒精，一个小一瓶，无真正想的，因为是这上帝所创造的这在动物这面啊，当然一人本有这个心灵的感应，所以让人爱知。咱人唔通尝试，哈、啊！爱去看，爱得到安尼，唔是上帝要来给咱人的物件。说撒旦起初咧，伊就是骗了亚当阿花，做咧起初骗人的啦。啊，撒旦是 Father of Lie， 就是伊讲是讲骗话的老白来。所以迄个到底伊点人骗了亚当阿花的撒旦，今仔日受伤，本着这个世界，就世界去欺骗。去欺骗人，到底世界位哈？伊本有行神迹，哈，伊本会做异能神迹的工作，伊就是要让人，迄个无相信真理的人啦，无相信耶稣，无相信真理的人，无相信上帝活人咧，伊何在无信真理的人咧，何伊人去？到爱啦，迄个去爱迄个不义的人啊，受到受到撒旦的控制啊，使一切不信真理、到爱不义的人被他辖制。所以人讲，多只牧师点声，圣经个人讲，耶稣爱到对来点声，有真济事发生，咱们看到了天灾人祸，咱们看到了病啊、瘟疫啊，特别。多啲人嚟点声，从来都唔捌拄到即个 COVID-19 啦，新冠肺炎，全世界安尼丢啊，无插虾米色人，无插虾米宗教。圣经已经预言了，当耶稣爱来点声，有灾物件会发生。所以到啲马太福音14章第4节到第5节里，伊讲到到啲牧师点声，虾米物件会发生咧？耶稣讲，你人爱细字，我人爱谨慎，唔通唬人。骗了人去，迷惑了人，唔当个人骗人，骗了去。因为将来有真济人会冒我的名，会用耶稣的名来讲，我是耶稣，我是基督。再人呢，一人要来迷惑，要来骗真济的人。当今世界真济所在有异端，异端啥物呢？异端是无对的道理。用圣经，但是呢，转圣经的话，异能呢？异能什么？神迹，哦，用个假技术神迹，哈，你爱异地啊，你爱神迹，哈，一人爱，所以有假的神迹，有假的基督，假的耶稣，啊，自认伊家己认伊是基督耶稣，所以有假的神迹，有假的基督，诶，工作。会显明多只牧师点声，所以差不多年半是两年前时，有一个牧师，伊就槟榔嘅牧师啦，所以甲槟榔嘅教会人讲，特别是中文教会啦，让人等人也教会，伊讲路人爱设计，因为这个邪教啊，东方闪电呐、啊，这个邪教为中国来的。嗰啲病人已經出現了，因為佢講佢嘅教會嘅會友啊，學一人迷惑佢，學一人騙佢，你知哦？學一會友啊，離開咁嚟教堂去，所以就學宗教會啦，嗰啲啊病人嘅教會
要提醒路人，这东方闪电已经来到槟榔了。所以东方闪电是什么呢？东方闪电它是为中国来的，所以它的头目一头人啦，哈，有大波的啊，一个姓赵的，然后一个呢，伊家己自称呐，家己叫家己是基督，伊自称伊是女基督，啊，伊用亚圣经，但是伊转圣经的话，因为圣经讲讲耶稣第二摆佫要倒转来，那耶稣要倒转来时，圣经讲耶稣倒转来，伊要降临到倒落咧，伊要降临到滴耶路撒冷，但是这女基督讲个咩啊？耶稣已经倒转来了，基督已经倒转来了。他那一倒转来，伊降临到底中国，哈，因为圣经讲嘛，闪电由东方而出，哈，所以也就的圣经就来讲，啊，所以就好，也教会是啊，伊名叫做东方闪电，所以个人讲，伊个耶稣是病的来，哈，哈，这教是。第一大邪教来到滴中国位，所以到滴中国人已经知了哈。所以那是讲你教会有警车，你知这个是假的，这个是骗人的，这个是会害人的教会来，真正啊邪恶的来。所以当人知了这东方闪电是邪教了的时哈，伊咧就换名咯，啊，伊是披着人穿啊，哈咧人的衫。人伪装的羊啦，哈、啊，所以名一教会名换到几哪刀了啦，啊，个换什么啊？国度教会啦，什么？他那咧是叫什么咧？干那是叫全能神教会。咱再讲到底 MCO 点啥事？咱真侪人哦，人会晓去啊线上会哈去看啊看听牧师的讲道哈，咱也不能晓到底 YouTube 位哈去听哦，世界有真济哈，啊咧名目啦哈、啊，有名的牧师啦，真正好的讲道啦哈，咱在咱不能啊不能有惹着，但是如爱说字，到底这类媒体啦，安尼款的物件，这线上的哈，不能有真济异端邪教，用这类办法啊来讲出的道理哈。好的哈，是无得会加多来。所以他那咧，那时候拢去 YouTube， 你本来看到那伊 logo 咧是一个月亮，个一个十字架，我看一只咬边啊，伊系一个月亮，个系一个十字架。他那一人叫一人家己是全能神教会，所以这里是一个异端来。所以兄弟姐妹，那人爱警车，到底牧师点声？撒旦会用在异端。要来引诱人人啦，要来吓人人离开真理。所以异端有真正侪，到底中国国嘛怎嘛怎啦，真侪款的古古怪怪的道理啊。但是为人啊，就是真正戆啦。但是人讲人妖啊，哎呀，妖是戆戆的，你知道？一堆人呀，那是讲一个人行无着路，一般都伊行无着路的，哈。那这是啊，为中国来啦。那到底西方呢？西方一五耶和华见证人啊，你不听到哦啊 ，Jehovah Witness。所以人本是用圣经，但是咧，人本是专圣经。啊，等我这新的基督徒点啥事咧？哦，拄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一人啊，真正骨力，真正热心，真正有爱心的咋？人去一间一间的门，一间一间的厝啊，去敲门咋？哈，一人的上路咧，单张啦，啊，一人的啊，一人。叫做守望台啦，即守望台啊，用过一个名啦哈，就话 witness 啊，所以人会甲你讲啊，甲你分享啊，甲你分享圣经的话哈。但是咧，一人分享的哈是转了的，一人无相信耶稣的救恩，一人无相信耶稣死的十字架顶会赦免那人的罪，一人无相信地极，伊讲上帝是爱来，上帝无创造地极啊，你看一人会转。所以这是 Jehovah Witness， 所以古拜我拄到，但是我感谢主啦哈，因为那是讲让人有圣灵在咱内边，圣灵会引导让人。所以暂时我感觉我用怪怪，但是以前是我未晓，我无讲会晓读圣经，所以我未晓分别，哈咪是啊，哈咪是对，哈咪是唔对。但是主真好，我感谢主哈，保守我后来是我做工咧时啊，一人都无
人抓不到我，主工的点声了，人就没来找我了。然后到底中啊，到底中国有，到底西方啊，一些是美国啊，是加拿大，我忘记了哈。然后一个咧，到底韩国的，韩国的这文先明啊，伊是这统一教的教会来着，伊嘛是拿圣经来讲，但是咧，伊这个人啊，伊娶真济某的，然后伊指定分配啊，就是伊哈啊，互人教因了，伊人有集体结婚啊，济济人啊，到底伊教会教因啊？是以经合经合他们样支配的着，所以伊个伊个这里啊，教导是虾米呢？教人来赎罪的着，信教赎罪的，所以用这里哈来迷惑真济人的着。所以早几年伊过身了，但是呢，对伊人啊有300万的信徒啦，你想看啦，哇，撒旦！若够用人啊来转上帝的话，来将这个上帝的话来转，和人去来相信，所以这就是异端，就是异能啊。所以人要明白真理，真理，怎么人讲呢？真理就是耶稣。你人明白耶稣，跟耶稣建立这个关系，耶稣的真理会透放人人。耶稣的真理会透放人人，假的基督会行神迹，因为耶稣会行神迹。先知按照奉耶稣的名来传道，假的先知思想也用耶稣的名来讲假的道理，因带真济人来离开真理。那是讲，你拄着人甲你讲。你就要来我的教堂，只有我的教堂啊，才会去天堂而已，其他的教堂不会，哈，你就知道了，这是无对的教堂，这是一个口塞，口就是异端来，啊，那当今韩国还有哦，还有异端，那个新天地的教会啊，所以就是他那个COVID-19啊，新冠肺炎啊，伊的教主就啊就裂啦，你知道啊？因为伊散布这个啊新冠肺炎，啊，伊就是讲到底伊教会啊，伊讲啊，干那入伊教会人啊，甲伊去天堂，伊是在世的弥赛亚，伊将伊家己的身份甲耶稣平平啊来平等，所以这就是一个异端啊。那落来到底15世纪啦，第啊1400几啊，500几年的时啊，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的哈，啊，咱真侪人知啊，伊是宗教的改革家哦。到底15世纪的点先时咧，罗马天主教啊，或者 Roman Catholic 啊，天主教啊，伊人和这个无对的教导来拔掉哈暂时的基督徒，所以伊人提倡啊，就是讲拢特别修行。啊，你说有啥物？个修道院出来哈，然后个修女啊，个 father 啊，个神父出来。所以伊人个神父啊，有管下面累赘啊，伊人卖路咧啊，卖个迄阵时个人啊，赎罪券。然后圣经咧，他那人就感谢主，人来看圣经。但迄阵时啊，普通个人啊，拢会有啊，拢未使。看圣经的圣经呢，干那是一样的发的，干那是一样啊！阿哩神职人员才会看呢，所以真侪物件哈无对了圣经的。所以马丁路德呢，伊就起来了，就拿圣经啊，拿圣经的真理哈，一条一条来讲出这，一条一条打到底咧天主教的教堂位，讲出伊人个无对来，所以伊人款起来。哇！来改革和福音嘛，啊，上帝话重新谈到自由，就安尼款脱离了这宗教的捆绑。所以上帝爱用伊真理来偷绑人人。耶稣讲，伊是道路、真理甲活命，那是无对了耶稣，咱袂倒转去上帝迄边去。这主耶稣本身是就是迄个真理来，所以咱世界有真济个宗教，真济个人，人，大家人本爱追求真理，
对不？啊，为宗教讲，哈、啊，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哈、啊，人认为讲，达拉人的啊，的道理拢是真的，拢是对的。但是圣经跟人讲，真理跟那是一个，因为耶稣是迄个真理，这真理是为天顶来的。咱地上的哈咪宗教文化是人的道理来。那有一个记载，有一个故事，讲中国有一个伊是教育家，伊是真正有学问的一个人啦，伊名叫林语堂啊。林语堂，伊一生啊，伊追求真理，伊讲伊研究真正济宗教了，伊在这世间直直找，直直找，找真理。找到一年老点生时，伊讲我找无到真理。了有一日时，伊行过一个农村，到底有一丛果子丛，伊下骹咧有几只猪咯。到底迄边啊，你找咧，你食咧果子了怎？哇，食到了了哦，了都无了啊，无了一猪个咧找，个咧找。当这林二堂，林义堂一看到这事啊，想到上帝给他一个启示。伊讲，咱人在这地上啊，要找真理啦，想到这猪，你看啊，伊要找迄个果子啦。这果子那是唔是为长尾拍个落来啊？你按怎找，本找无的。所以，咱人要找真理，真理是为顶头来的。但那是耶稣为顶头落来的，所以是真理。咱到底耶稣里面，咱都会找到真理。所以这真理就是要来帮助咱人脱离咱人，要让咱人自由。罗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位六啊，叫做 four words 一定。主的灵到底我的身上，因为伊用高高莫话。叫我传福音予上乡的人，差派我报告，迄、那个着厉害，谈着偷棒，迄、那个青眉目睭会开，叫迄个受压制的啊，得到自由，就是迄、那个着压制的，迄、那个无自由的，着束缚、着捆绑的人，谈着自由。咱人，但是咱人到这世间。咱人以为讲，咱人有镭啊，这镭就是啊，咱的真理呢。看，咱就啊压条暗暗。但是，咱看到从古早到现在嘞，人对镭啊，对权、对地位啦，人会贪嘛，直直爱追求的，在物件嘞，带来让咱人捆绑，真济人让镭捆绑，让权、让地位来捆绑。因为当一个人，若是有一个贪，到底伊的心内面啊，讲贪镭也好啦，贪啊地位也好啦，哈、啊，伊就会互一个来捆绑，都会离开真的道理。First Timothy，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里，贪财是万恶之根，贪嘛、啊，贪镭啊是。会进来了，就镭本身啊，伊无恶个啦，无罪恶个。但是咧贪财咧，就是万恶之根。迄、那个贪镭个人啊，会好引诱啊偏去啊，离开真个道理，会好家己真正愁苦，真正受苦，会伤人家己。所以一个人若是贪咧，就是。捆绑咱家己，这世界有真济人，因人为着镭，啊，受着嘞捆绑，因为咪输嘞，因贪，啊，因无满足咱家己有诶，啊，家己有已经有了厝，有了啊财产，有了收入，但是嘞，因人感觉无够，因人搁爱搁较济，所以因就搬出真好听诶理由来，伊讲我贪啊，我特别。真正拍拼贪累，我贪累，因为我为着我家庭啦，我囝啦，啊，我厝内人啦，啊，为着我某啦，我要俾学人过较好嘅生活。咧为人佫讲，我要贪济济累，我济济累了，我奉献去教堂，我奉献
啊，和上帝角度角度，这当一个人，那是有这个贪啊，一无满足，伊现金有诶啦，伊就是想要贪累贪累贪过较济啊，只闲啊，互人使弄去，只闲啊，互人骗去啊，去做各样的投资，你知道？啊，他那让我知咧 ，money game， 咱本知款的投资啊，哦，这投资诶回报真只济，你知道？哈、啊，为人爱贪过较济，伊好过较济，啊，落过较济诶，这个啊，投资落去，然后那个累无够咧。不要紧啊，咱甲咱个亲戚朋友咱借咯，哈，因为赚啦哈，是第一好个机会。那是讲咱人无投资来讲啊，哎呦，怕算计，怕算计。所以人爱国个侪类啊，他来贪啊，可以搞个一个地步咧，就是跌落去迄个沉井位了，被引诱离开正道，离开了真理，离开了上帝的话。上帝话甲咱讲，圣经甲咱的话甲咱讲啊，那是讲迄个爱妹妹啊发财啦，爱妹妹赚迄个无属于伊的镭啦，啊，迄个妹妹的镭咧不能受罚，受罚就是讲啊，一人会为一人所爱赚的这个心思啊，哈、啊，付出真沉重的代价，会付出代价，就是受到这个镭金的捆绑。所以讲个雷军的捆绑，有人想讲，哎呀，我那是有雷哈，我都无捆绑了，哈、啊。所以人看啊，迄个真济有雷的人，哈、啊，一人，咱人真啊，心酸一人，哦，一人读册安尼悬，哦，一人会工啊，哦，安尼好会工，哦，一人安尼悬会收入，哦，一人啊真自由啦，一人哈得着真正啊真正好开，真正啊自由，但是这个。新罗借啦，啊，十几千、二十千个啦，啊，一人新罗借，啊，啊是有诶，本来赚几百千都唔知啦，哈、啊，一人诶累借，哈、啊，一人诶生活标准啦，哈、啊，living standard 本身要悬呢，啊，因为要学一人囝读第好学堂，啊，读国际啊 ，international school， 啊，一人要换诶车是大顶车啦，进口诶车，一人要食诶，一人要穿诶，拢是。时尚的人，好的品味的，所以就准达达月日，让我十几千本好啦。一人还一人的厝，还一人的啊贷款，还学费，还个信用卡啊，还这还那个啊，还工钱，还个来嘞，一人存无济。所以有这样管的收入的人啊，无的确一人无。受到捆绑，一人本有这个捆绑，所以他那到底这新冠肺炎，这行动管制令会点声咧？咱本知影，到底咱中间啊有真济人受到影响，咱经济受到影响，啊，咱的工作，啊，咱的生理，咱受到影响，所以为人咧，可能都感觉讲，哦，我唔知我明日的三顿安怎，啊，我唔知我的工作安怎，所以为人真要烦恼，啊。你是不是感觉讲你无够咧？你无够，是不是讲你无够食，你无够穿，哈？你所需要的你无够，还是因为你常常去买迄个无需要的物件，所以造成你无够开咧？所以圣经有甲咱讲。伊讲上帝，伊那是会饲天顶的鸟啊，天顶的鸟啊，你看，伊都无栽种啊，伊也无收，就是因为基本的需要啦哈、啊。上帝拢会供应给伊人。伊讲，大家你变这天顶的鸟啊，搁较无值咩？你变天顶的鸟啊，搁较宝贵，上帝袂供应给你，你会需要咩？所以今日咱问咱家己，是咱人会需要，还是迄个？不应该开那个镭，做何人有这个剑呢？所以求主来帮助那人，可以用伊的话语来讨帮那人，那人教人来烦恼，那人教人的需要何主？上帝天父，伊会供应何那人一切的需要。所以主耶稣一来，伊要来讨帮那人。
将人为假的宗教位把人偷放出来，他本来将人为罪的捆绑位把人偷放出来，就是人的贪，还是人的思想，人的想法，有但是人的想法人受到了影响，像新冠病毒这样，当今很多人一人的脑里面思想思考什么，所以呢怕很多的惊吓，很多的烦恼，所以我在惊吓里面人的思想受到了瑕疵，无自由，那为人他的脑他的心思意念受到了瑕疵，受到了控制，什么东西控制他呢？你看有的人上网去，他上网做什么？去看那些垃圾片，色情的 网站，他们会沉迷到的色情的 网站，来看那些垃圾片，他们的鬼迷到的那边，这样的沉迷就是这样的困乏，这邪情私欲，这垃圾，不好的这个情欲到底他的里面为了沉迷到那边，他人不自霸，有的他人想不买的，但是一点想搞你，他就他手就是要开开他的电脑啦，开他的电话啦，所以让人人的身体跟人灵魂受到困乏。所以圣经不能跟人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因为人人的思想人人和罪来困乏了，所以上帝要偷放人人，他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一来就是要来偷放人人，一死为人死到十字架顶，他就是要将人为罪中位把人偷放出来，让人脱离罪，让人脱离死亡的关系，让人看到永生的活命。所以耶稣吃的一死他败坏了死的关系。那加拉太Galatians 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基督耶稣偷绑了人，叫人谈到了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耶稣偷绑了人，叫人谈到自由，所以人要站在不能和这个奴仆，奴仆的恶就是说他来控制人的，做这奴仆啦，奴隶啦，我才是奴隶，又没自由的，他人是就困乏的来。所以主跟人说，耶稣偷绑了人，人不买过再和这个奴仆这个困乏来困乏了人。那有人说我就没做什么，做什么人的奴仆。我们有很多人，让人和人的生活来控制了，人生活有的东西啦，都有手机，当然很多人，每个人都会用手机handphone， 所以handphone 是很好的，但是太方便了，有很多东西让人学到的，所以人是handphone， 人是手机的主人，但是呢这个手机它是真的好，它帮助人，让人能够做工，有人可以在多处位做了handphone 啊 computer 也好，让人真的方便了，但是方便了，但是人感觉说哎哟，按照人更加多没用过，所以人变成了这个handphone 的仆人啊，我叫奴隶啊，你看有人来教堂也好，来聚会也好，也是在滑手机，一直看什么七度 games 啊，来个高等本七度 games， 人变成为了这手机仆人，可以压制掉，人无自由，那是讲直接人的手机无在人身边，是人无杂乱，人就真正真正烦恼，真正激心，那为人暗暝困啊，一压掉手机手机也开掉，这手机呢，本身是让人的仆人，让人工人来着，让人是主人，让人是主人，
但是让多少兵让人好意来控制了让人所以主的话跟人说耶稣就偷绑了让人叫让人谈着自由让不买好再密来困迫了让人让人应该珍惜啊！我知道上帝给让人的点心啊，上帝给让人聚会的点心啊，点心应该给上帝，让给上帝。卖野类捕捉来这边看，卖野类啊类 game 来到这边佚佗。那点心应该给上帝，让给上帝。应该休息的让休息，应该做工的让做工，应该运动的让运动，应该交流的让交流。所以这是上帝的真理。跟咱人讲，伊要偷绑咱人，咱人唔通阁去做在民间的仆人，卖互伊控制路，哈、啊，妄想我无伊路就死了，哈、啊，哦，当今人就机不离手啊，无了手机就想个会死了，所以这就是现代人所受着的这个啊，瑕疵的控制，所以真理要将咱人为假的宗教为的捆绑为偷绑出来。真理要将咱人为咱人金钱、咱人个财物会捆绑为，把咱人偷绑出来。真理会将咱人为罪、会思想、为了邪情私欲为偷绑出来。所以今日暗，求主帮助咱人，爱责咱人、查咱家己，咱人明白耶稣的真理，爱偷绑咱人，咱人唔通。个何咪何罪啊？何人来控制辖制让人？让人诶心思意念，让人诶思想，让人卖何诶垃圾诶物件？你啷看诶物件，垃圾物件，伊会入人诶脑，所以卖何伊拔掉你脑，你目睭你爱过哈？咱目睭就是一个结，一个门来着，那是你开门啊，你爱开门，何掉物件入来啊？好有智慧，那好的物件入来，咱个目睭莫去看无好的物件，无好的物件会入来，为咱目睭入来咧，就是入到滴咱个脑位，就是来捆绑了咱人。所以今仔日求主帮助咱人，互咱来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互咱人到底耶稣的真理内面，咱遵行主的真理，咱人甲耶稣爱真正有咧关系，深深的关系。无好，这个世界的物来游荡，让人来困绑，让人，让白白站起来，哈利路亚，感谢主，让要来祈祷的，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能上帝天父，我能感谢你，今日暗，我来到主你圣所位，我能感谢你赐予我的话语，我能感谢耶稣，你是我的道路、真理和活命。今天主啊，你帮助我能明白，哦，明白主的真理，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求主帮助我人，我要到底耶稣里面来遵行耶稣啊，你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人，你看到到底我人中间，我人和魔鬼的话来骗去了我人，我和这世界的物来捆绑了我人，我人无得未贪的这自由。来做上帝，你爱我人做的咪？今仔日我求主，你原谅我人，赦免我人，我爱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人，洁净我人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人的脑，洁净我人的目睭。哈利路亚！哦，我人耳啊所听的，我目睭所看的，我嘴所讲的，我真需要主耶稣。哦，你帮助我人，需要主的真理，坐坐到底往内面，主的话坐坐的到底往内面来引错我人。好人未受到这个世界的咪，未受到魔鬼所做的咪来捆绑我人。所以主耶稣，求主你原谅我人，求主你帮助我人。哦，哈利路亚！哦，求你真理的光来照我人的心，哦，来查我人。主啊，你将我人为黑暗中为个人救赎出来，个人救出来。就是要让我们行到你光明的国度里面，就是要让我们来做一个自由的人，来将你福音来传出去。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今天暗，让我们收到你真理，遵行你真理，让我们知道说我是上帝你所拣选的人，我是精准的祭司，我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是上帝你所精选的人，让我们会晓安怎会晓分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会晓分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撒旦的谎言。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个家子，每我们每一个兄弟姊妹都在我们中间呢，让我们会晓安怎会躲在主的真道的里面建立我们自己，让我们会站在在，让我们会用，因为躲在这个牧师的点声有这么多会改的东西，有这么多异端异能，有这么多那个改的神迹，改的宗教要起来。所以主啊，你陪伴我人，我人要金条对真理，我要对条对真理，求你真理的灵来充满我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的导航到你主的真理里面，让你真理透放我人，让我们会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感谢主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你让我们得胜，哈利路亚。我们奉耶稣的大圣名，今天晚我教所有的兄弟姊妹，所有的听到主的话语的人，求主继续对我们说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你真理来引导我们脚前的道路。奉耶稣的大圣名，感谢你给我们这得胜，奉耶稣的名我们祈祷，阿们。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大爱，圣灵的感动，跟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祝福我们，下礼拜再看我们，阿们。